因為這個不是說有錢就買得到，我們不惜代價在歐洲、在美國，我們全部去買，沒有口罩了已經，但我們都想盡辦法去買。我們都很多謝一些熱心的人士或者熱心的機構，他們捐贈這麼多救災的物品給我們，我們盡量呢用在適當的地方的，如果我們手頭上的量不夠，我們會在那裡拿一些來供應給澳門市民，但是我們之後會在我們購買的量那裡補充回去的。為什麼特區政府要在這個關鍵時間有這個售賣口罩服務呢？其實主要就是站在抗疫那裡，不知道我們身邊是什麼人，他們有沒有接觸過病人或者是一些密切接觸者，那所以來說口罩的配備呢就很重要了，因為它真的可以有效減低呼吸道的感染。在那個口罩缺貨的情況之下，我們要短時間之內大量採購，其實就是全靠各方面的支持和配合。在春節之前找到廣東省以內的供應商，叫做供應到我們所需的貨量的時間，特區政府決定就是1月23日當日就去推行。因為那段時間是春節假期，協議藥房他們其實都大部分是會休息的，所以我們都增加了10間那個衛生中心、衛生站同埋啲社團機構啊，加埋依家現時咧就有84個銷售點。確實係好大挑戰，因為咧記得就係喺1月22日中午咧，我哋就收到通知話，希望我哋電腦廳咧能夠可以配合利用系統嚟到係管理好呢個嘅售賣嘅計劃。當日咧，即情有一啲同事都做到半夜，可能4點幾啊、5點啊咁嚟到，係為咗盡快完成咗呢件工作啦。因為我哋係希望喺第二日23日咧開始售賣到呢啲口罩。我哋嗰個系統咧，主要係一個集中式管理嘅系統，嚟到防範咧就呢啲口罩咧喺不公平嘅情況之下咧被搶購。希望咧就係透過身份證嘅登記咧，可以讓每一個市民佢都能夠有機會買到。自從農曆新年開始咧，我哋衛生中心已經開始為市民售賣口罩噶啦。咁喺嗰段期間，好多市民嚟排隊買口罩，我哋亦都安排咗同事翻嚟啦，但係都唔夠噶，臨時會打電話通知啲同事，咁佢哋都好配合，就即時翻嚟中心度協助我哋包裝口罩嘅工作啦。雖然我哋唔係醫生，我哋唔係護士，我哋唔可以親手醫呢個病人咯，咁但係問題上，因為政府好辛苦先可以購買呢個口罩，咁市民咧嚟到買，我哋幫手買咗，咁佢哋安心又用到，我哋其實都係同市民一樣嘅，就希望個疫情盡快早啲完咯。咁有一樣開心就係，即係喺呢一度我哋係真係出咗一份力咯，可以。供應短缺嘅情況之下，唔少嘅同事就係夜晚工作喺網上去買口罩翻嚟。確保大家每日都有一個口罩，因為呢個工作非常之重要，我哋要確保居民同埋喺澳門工作嘅人得到安全嘅保障。我可以好負責任咁講，去到第十輪，我哋都有條件供應俾大家，我哋冇斷過。關於口罩嘅一啲款式，咁開頭我哋都擔心，譬如嗰啲顏色唔同啊，綁帶嘅口罩都係。其實是市民很接受不同的款式的口罩的，最重要是有足夠的口罩供應給市民。自從政府可以這樣有個供應點給我們買口罩，就方便了很多，令到澳門的居民很安心。每個地區每個街區它都有一個甚至乎幾個的供應點，都人都不用排隊排得太長，那比其他地方真的快了很多。當機立斷啦，冇嘢。今次政府做得幾好。